Maximum Suffrage 2016.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准备GG啦。经过几场初选之后，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的总统候选人之路越走越坎坷。部分较激进的桑德斯支持者还抗议这选举流程有内幕。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挺神圣无邪的桑德斯。或许因为卢神般的桑德斯是绝对，只要批评他的人就是会被激进的支持者们炮轰。或者是有些人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些在社群网站上网友们互相吹捧取暖的现象。或者是有些来自南部的选民不喜欢被视为低资讯选民。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让政府成长那多的 40% 不是个好方法。或者是有些人质疑桑德斯根本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想干嘛。或者是有些人认为神圣的桑德斯就是个伪善者。或者是因为桑德斯会随着环境改变说辞。或者是这些都可能是桑德斯落败的原因之一。偏激的支持者们该醒醒了。